哎，买菜回来了，回来了。辛苦啦！哇，家怎么变得那么干净啊？何老师打扫了一下呗。黄老师受伤了。啊？怎么了？你看他的手。我这是大拇指是吧？动。嗯，我打了一下，没事。啊，他们可以把蛋糕啊当下午茶就喝掉了。对呀，吃掉。子健。哎，快来吃蛋糕了。吃蛋糕了。等一下啊。他也是客人。 哦，好漂亮啊！我要哭了。要不要淋点蜂蜜 ？Bravo， 也太香了吧！谢谢。哇，我就不客气了哦。好棒哦！闻起来就好香。嗯。好吃吗？嗯，很蛋糕啊。很棒。耶！辛苦了，子健。我刚才突然才想到你是客人呢。没有没有，我马上就去煮人了。什么煮人？蜜。碗不要拿手碰，很烫。 哇，里面很软，嗯，外面很松松，对，可是我觉得这个比烤箱好，比烤箱好吃，因为比较有一种不一样的味道。对，焦一点比较好。它没火烤出来的，嗯，那个味道是爱情，爱不是情，爱不是情，黄是爱，这是白茶的，就是想跟你们续点茶。太过了，怎么办？太好吃了。 你已经小心了，可以吃这个吗？人都不理你，要吃吗？嗯，别给他吃，别给他吃，不能吃甜的，对，甜的不行，而且又是烫的，不行，甜的都不好。你说，我去洗那个。子健，你在里边歇着，我去洗吧。没事，我去洗吧，顺手。 所以我们这是下午茶，然后再准备的是晚餐。你们什么都不要管，啊，让男人暖男来弄。小 H， 帮我，小 H。 我觉得我可以做点什么？你可以去给大华加油。对，他不像子健，是可以单独做工作的人。好。